是重量级的嘉宁，我是重量级的 Windy。 为什么像大王哥？那你说说看。好累，好累哦。对耶，有露这个锁骨，那个镶金锁骨还可以放硬币哦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姐姐可是有备而来，我的分享一定是很厉害的。那你的呢？我也有准备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内衣一直掉，我就说不要穿，然后你一直叫我穿，一直让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那个这里有个白白像印第安的妆？刚学化妆啊，所以画的没有那么好。可是这个方法很好，你就直接涂厚厚一层，就可以遮黑眼圈的。今天一部分呢，还是请嘉宁化妆师帮我画的。对啊，人家当扮女孩，她都是自己化妆的。小啦，还用化妆师的尾，你动作那边潘娜哟。那等一下谁分享？我先分享好了。这个是青年图。什么鬼啊？你吓尿啦！人形哦，对啊，我把它设定为光头，所以我才会这样刺刺刺。Oh. 你看它可以这样。这个作用，靠，好痛！用另外一边哦，不然用这个针的哦，用这个针会痛死啊。反正我拿它来按摩嘛，好不好？好用嘛，我这真心推荐给大家，非常好用。可是大家可能觉得不好用。那你的嘞？拿电脑干嘛？我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网站，它是可以免费拿取产品。那我柯林，那家又康，所以嘞，你今天要分享这个给我。对啊。那、你没有一个东西这样子给我看吗？对。就这个。就这个。没有了。好啊，你赶快，你要怎么弄呢？我看一下。我要先选这个了。这很酷哎、欸，粉扑哎、欸，现在已经做到细胶粉扑。想要什么吗 ，Windy？ 我要这个卸妆乳，每次你都帮我化妆化很厚，我哪受得了？那你也知道卸妆乳？对啊，我也知道啊。身为女人，你会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东西。你干嘛对别人包面耶？不然你就全部选啊，反正都可以拿免费的，全部拿一拿。你看这个啊，拿这个也拿。哎，等一下，安全点太贵了啦！哦，它是每一个产品都有每一样的运费啦。哦，百五个美修秀，这用试用品吧？不是试用品啦，它是真的。所以是市面上毛利不会的店。对对对。哦，他说你购买过的商品无法再次选购，就是你那样商品只能得一次而已。也是有一些限制在啦。OK， 那我们再按确认喽。你觉得？会不会来？感觉不太会来，因为通常面膜都要四五百块。对啊，他说大概3-5天就会送达，那我们就等喽。嗨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已经收到我们的产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今天穿这样好看吗？这个发型像日本女星，对不对？我要去日本发展了，想要跟我一起来。这一箱就是这个。倒出来哦。那我们上次大部分都是一些保养品的东西，粉扑、谢宁露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很像那个 New Bra 的那种材质，真的很欠捏，好像塑料。蛮舒服，比那个底刷啊、香啊、格雷来的不错。刚上完妆啊，用这块把它卸掉。喷汁哎！他为什么有痕迹？不要沾水吧，别拜了。哎，行了，你看吧，有比你厉害吗？老实说。好了，我承认我分享东西没那么好，可是我还是对我自己的产品很有自信。好呢，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我跟 Windy 呢今天会给彼此一个分数，待会呢我数到1、2、3转向对方，然后说一个数字哦，1、2、3、8。行。哎呦，那双方呢都互给有7分，那我们有一个互动小游戏。魔手10秒钟就是这样子，要有一个心电感应这种，然后，爽什么？等一下，要磨，这怎么智障游戏？又到了我们的黄金5秒钟，谢谢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要帮我们订阅一下哟。